快点儿！国秀，妈，国秀，子平来认你来了。子平拜见姐姐。哟，我可受不起，千万不要叫得这么亲热。你是她在军中纳的如夫人，况且现在肚子里已经有了她的骨肉了。 这事儿就这么着了吧，妈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，我得走。妈，您不能走，妈，您去哪儿？我去哪儿？我秀，你听听孩子怎么说。你看看这个家，看看孩子，云峰才3岁呀。 再说你肚子里面孩子就要生了，你忍心跑开这一切吗？我忍心，妈，我已经跟商号里的老周打好招呼了，以后商号里的事儿得让他多担待了。哎呦，妈，以后生意上的事儿你也得多操心。别这么说，国秀，你不能走。啊，子平，跪下，让姐姐原谅你。啊，快跪，给我说。 姐姐，你就容了我吧。我刚才说了，我受不起，你起来吧。哎，妈，国秀感谢您这么多年调教，国秀受益终身。哎，妈，嗯。 姐姐，如果非得要走的话，我们要是强留她，是不是有点太强人所难了？要不然这样吧，咱们多给姐姐带些钱，姐姐要走就让她走吧，她的工作就由我来接替了。你还好意思开口说这些啊？你脸红不脸红啊？国秀走不走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不行，妈，不管你别生气，妈，您别生气啊！都是您儿子做下的，你也不能赖别人。你儿子在做大牢的时候，人家也在外面苦苦的等着，说起来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子。妈，你要是念我这么多年在侯家的操劳，您就给我一点钱，让我在外面买一间屋子，也可以安顿下来，把肚子里的孩子也生下来。不行，妈，您想拿我上哪儿？ 你要真走的话，你就带我一起走吧。算了，国秀他执意这样，哎，志宏就随他去吧。不行，奶奶，不能让妈走。云郎，你别哭，你听奶奶说，你妈妈是一个要强的人，这件事。 换成奶奶也会是这样做。要想留住你妈，那等于是辱没她。国秀，这样吧，妈答应你们离婚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 离婚不离家，妈，那不还是不离吗？是离，我让志宏去登报，我让他给你道歉，同时声明你们两个离婚。嗯，我让全重庆的人都知道侯家对不起你。 这就算离婚了。不过，国秀，你听妈妈说，咱们这个家，这个家也离不开你，真的离不开你，孩子们也离不开你。再说，你肚子里头怀的是侯家的孩子。 国秀，
你要这样做，你就是逼逼我和云朗去死。你执意要这样做，你就去做，随后妈和云朗就去死。我还不愿意离呢。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姐姐，你要是不离开家，那外人……你闭上你那个臭嘴！这里更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国兄，国兄，这样行吗？啊，行不行？妈，妈，你别走嘛！你别走，妈。好，我答应。侯志宏，你马上登报声明，咱俩脱离夫妻关系。侯大奶奶，你别这样叫我。咱们虽然不是婆媳，也够得上是母女吧。叫妈吧，还是叫妈？妈，谢谢你，谢谢您知道我无处可去，让我在商行里面做掌柜的。妈，以后我就安岳之行吧。可惜了。那我一个月多少钱？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头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以后。你的零花钱多少，也是国秀说了算。凭什么他说了算？妈，以后他就跟我一样10块钱吧。啊？就10块钱？还没志宏以前给我的多呢。妈，闭嘴。妈，什么？妈，妈，奶奶，妈，奶奶，奶奶，别这样，奶奶，妈，你再好，你再卖，这10块钱不少了，别胡话惹草你，妈，你养的野娘们儿，你，您坐，野娘们儿，您别生气啊，回来。怎么了？这个月又周转不开了，要不就关一两间铺子吧。啊？怎么了？灯出来了，我看看。掌柜的。你要想哭啊，就哭一会儿吧。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？哭给谁看呢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怎么了？老周，我快要生了吧，快快去找人来。